Hello， 大家早安，今天是 Rendezvous 秋冬季新款第一天的拍摄，现在的时间呢是早上6点。今天第一天的拍摄呢，比之前大家看到的那个影片还要更长。这一次的秋冬新款款式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也很期待，应该会蛮累的，但是应该会很充实。那我们就看一下今天一整天我们都在做什么。刚才大家在公司整理完今天要拍摄的衣服跟道具，现在做 Uber 要前往 Studio， 比预定的时间还会早一点点，因为大家先整理完了之后就先早一点过去，可以早一点开始准备，可以让拍摄更顺利的进行。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35分，大家已经到了摄影棚。这家摄影棚呢跟之前不一样，有饮料喝到饱，有咖啡欧蕾跟咖啡，还有番茄汁跟青汁乳酸菌饮料跟可可，种类非常多哎，我超喜欢烘焙茶拿铁啊，怎么办，好多想喝不知道喝什么。然后旁边呢还有饮水机。那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呢，是今天我们要拍照的摄影棚，比之前的摄影棚还要小一点，但是拍出来的成果也很好，所以大家现在都还蛮喜欢预约这个摄影棚的。那 Seika 桑等一下才会来，先到摄影棚的大家就先把今天要拍摄的衣服都先挂好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然后有挂烫机，在拍摄之前呢，要先把衣服烫好。然后这个摄影棚还有咖啡机。还有奶精球跟糖，还有煎茶，这里呢还有可以配咖啡跟茶吃的饼干。我好喜欢这家摄影棚哦，最期待就是喝饮料。然后这边给大家偷偷看一下，这个就是 Rendezvous 的 AW 新款，那还有非常多还没有放上来。那这两天的拍摄呢，会把全部的 AW 新款都一次一起拍好，因为 AW 的主题跟 SS 不一样，所以每次换季的拍摄都非常的重要。不只是衣服呢，这一季有出鞋子，还有出新包包。这个 Monogram 超级可爱耶，就那种小包，很时尚，很适合拿来拍穿搭。还有准备很多饭团，然后这个饭团是我们公司的人买的，各种各样的饭团，还有三明治都买一个让大家自己挑，还有可能累的时候可以吃的饼干。因为拍摄开始之后不方便讲话拍影片，所以我用旁白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。今天要拍摄的款式非常非常多，大家还说紧张到前一天晚上都睡不着，所以时间整体比上次还要更紧张，真的像打仗一样。在 Seika 厂拍摄的时候，其他社员分别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包含确认是否有拍出理想风格的照片，还有另外拍摄单品照以及商品的细部照。在有限的时间必须拍摄商品照、整体照、社群媒体使用素材。那2021年 AW Rendezvous 的秋冬款的主题是1950年代流行的 Playpiece Style， 有一点复古的感觉。虽然在拍摄之前就都已经看过商品本人，但是实际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惊叹衣服真的好美。我已经有决定自己要购买哪些衣服了，大家可以猜猜看。然后社员在拍摄的时候呢，也都会边计算自己想买的衣服，每次大家都边工作边被自己烧得一塌糊涂。皆様もぜひぜひぜひ AW をチェックしてください。每拍完一套 Seika さんじゃ换装法。そうですよ、皆さんルック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。我们的午餐来了，今天的午餐吃咖喱。谢谢的马萨美桑想要吃炸猪排。私これ炸とったもん勝ち野菜。有猪排咖喱跟蔬菜咖喱，还有 cheese 咖喱。每次拍摄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吃饭的时间，我分到的是猪排咖喱， Cody 分到的是蔬菜咖喱。马萨米桑也是猪排咖喱，你決まってる。咪咪桑也是猪排。我们今天点的是 Go Go Kade， 是日本的一家连锁店。然后在咖喱的上面呢，还有高丽菜丝。因为早上行程有拖延到的关系，中午本来休息时间有一个小时，大家调整成是只要吃完饭就继续开始动工拍剩下的 look。那下午大家更是毛起来拍，每一套拍摄时间都设闹钟，严格控管时间。每次闹钟一响，大家就会很紧张的大喊：“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！”真的有够像在打仗，超可爱。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，都是我们2021年秋冬新款。这一季 Rendezvous 在制作每件衣服的时候，都是以好搭、多层次穿搭为主要主轴，所以衣服几乎都可以互相做搭配。我
疲れ様。台湾の方はこれ来ますか？ここは。うん、好きだと思う。さっき可愛いって言ってきた人結構多いですよ。楽しみですね、金魚。我们的商品招团队越来越专业了，他们已经专业到这个地步了。意大利っぽい。哦。披萨他好きそう、披萨。え、可愛いんだけど。え、いいと思う。鼻高いし。社長がお稲荷さんを持ってきました。いやー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すごい。開けていい？聖火さんが開けてくれてます。はい。おお。おお。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そう。明太子とかある。可愛い。セガさん说他正式拍之前先吃一个。いただきます。早い。美味しい。现在拍摄完，大概整理行李。今天一整天真的比较忙，因为一天就要拍30套。那明天还要拍的关系，今天这一支影片就先在这里结束。明天我们还继续拍，明天是另外一个摄影棚哦。我的脚在上面上。また明日ありますよ。大家早安，今天呢是第二天的拍摄。今天的第二天拍摄呢是在另外一个摄影棚，没有像昨天那么正式，可是整体非常可爱，非常多装饰。我们带大家看一下。那这边呢是今天的摄影棚，超多家具，这里真的很可爱。昨天谢卡常都说呢，因为今天的摄影棚非常可爱的关系，然后叫大家可以穿漂亮一点，可以来这里拍完美照。然后呢，现在大家在整理今天要拍摄的衣服。还有今天要拍的 look， 也像之前一样，会把今天要拍的呢，把它贴在墙壁上，拍完一款之后把它撕掉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我是ミレ。いつもこれ。いつもの。然后现在 Koti 在帮大家冲咖啡，这里的咖啡呢有很多种不同的口味，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咖啡种类选自己想喝的。今日は2日目です。昨日朝早かったですね。見てるさん、見て。何を見るんですか？あ、ほら出てるの。これが無料で飲めるスタジオ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。为了拍照好看，大家还特地去买了英文版的新闻。Koti 的特技来了。見てるさ。可愛い。ハルちゃんに笑われちゃった。ハルちゃんも今日も相変わらず可愛く忙しいです。カメラ回してますよ。拍摄第二天是拍主要视觉照，所以摄影棚是选择整体都有秋冬复古感的地方。那今天拍摄的套数没有昨天那么多，所以大家一开始比较有一点余裕。那整体的氛围真的超级可爱，应该大家都会陆续在 Rendezvous 的官网或是社群上看到照片。那拍摄到一半，ミルミさん和ハルちゃん也开始准备在日本的 IG 直播，让日本的 IG 粉丝看看拍摄现场的样子。那ミルミさん现在穿的上衣跟裙子也是这一季的秋冬新品哦。后来继续拍摄，但没想到反而因为行程比较松散，大家一开始太放松了，一套拍太久，导致后来都要加速。所以午餐改成吃比较方便吃的轻食，这次他们帮我们订的是星巴克。那拍摄每一套结束之后，也必须拍摄展示会会场要播放的影片素材。一套拍完之后，在 Seika 上换发型、妆容的空档时间，大家也会拍摄商品的独照，真的一个人都当好几个人用。那快结束的时候，社长又送蛋糕来给大家补充能量。今天一天也像是打仗一样结束，拍完大家都累瘫了，所以真的很抱歉没有拍到结束画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奖。那这个结尾呢是之后拍的，因为拍摄完两天真的太累太累了，我回家之后就直接睡觉了，所以就没有拍影片。那这次拍完 AW 的摄影呢，也觉得很有趣，然后也看到 Seika 上搭配出很多就是我自己不会想到的穿搭，就觉得蛮有趣，很想尝试看看。那这些照片呢，应该都会陆续公开在 Rendezvous 的官网上，或者是社群媒体的账号，有兴趣的人都可以 follow 一下。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件？我自己有一件很想买的是这里有一个洞洞，然后它的袖子可以拆掉的，我觉得那件超可爱。其实我就是很喜欢这一系列，所以我之前也有他们的连身洋装系列，但这次是只有出上半身那件，我已经决定要买。好像有出三个颜色，有非常多很可爱的商品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我之前有出一支春夏款的拍摄的 vlog，然后这次是秋冬款，可是因为这次秋冬，因为真的拍摄太忙了，所以没有像之前一样拍到比较多的漏网画面，就比较多是我们在摄影棚拍摄的画面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分享？那之后我们品牌也会办2021年秋冬新款的展示会，到时候应该也会拍 video 跟大家分享，那请大家期待一下。虽然很累，可是看到那些照片，实际上放到官网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很感动，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，希望大家也喜欢。好，那这支影片就这样子。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
してもお祭り